整整整整，我已经收工了。收工了以后在干嘛呢？我在染头发。哦。想稍微换一个发色，换一种心情。我有个梦想，就是我一定要在30岁之前漂一次头发，灰头发，墨绿色，紫头发，蓝头发，都行。我想了一下，我还有2年就30岁了。哦，对了，忘记说，这是我的小剧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时隔非常非常久的小剧场。这一期小剧场内容是什么呢？白鹿染发剂，染一个摩卡色，奶茶色。因为平时还要拍广告啥的，所以不能染太夸张的颜色。看我的发尾已经有点偏黄了，大家平时一定要记得好好保护好自己的头发，多涂一点精油。好饿，先吃完我们先吃个饭，我们先吃饭。北京的朋友们，给你们推荐燕舍，虽然你们可能都知道，因为太有名了，非常好吃。现在已经开始染一下发尾部分，发尾部分要搞一个漂染，今天应该要在这里做到半夜。那些孤独的人啊，夜晚什么别说话。后面是啥？给你俩咚咚 1 2，后期请给我加上特效，谢谢。 You got that big big bubble butt, better keep my mouth shut, I'll just watch it. 啊，大功告成。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要的那个挂耳染。咱就说咱这个理发师是谁呢？是烈火军校给我剪头发的那位。他给我漂了以后，他给我下面用了一个比我上半头还要深的颜色。谢谢你，不客气。你用心良苦。嗯，应该的。我不付钱了。这一定是我最后一次在你这里剪头发。我跟他说我染过棕色了，除了棕色我都可以，红的蓝的黄的紫的，哎，给我染了个棕色。好好好，走了走了，好，拜拜。这小剧场到此为止。